功夫女英雄严咏春。城市，城市。卖，买，卖，买。豆腐，豆腐。商店，商店。好吃，好吃。欢迎，欢迎。漂亮，漂亮。年轻人，年轻人。坏人，坏人。结婚，结婚。答应，答应。住，住。打不过，打不过。解决，解决。麻烦，麻烦。后来，严咏春与父亲来到一个小城市生活，还开了一家卖豆腐的商店。父亲做的豆腐很好吃，大受欢迎，两人的生活越来越好。严咏春不但长得很漂亮，很多年轻人都借着买豆腐来看她。可是，当第一个坏人看上她，要严咏春跟她结婚，如果她不答应，就不能住在这里。严咏春和父亲都打不过她，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这件麻烦事。